大家好，我是 Paul 周教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真的是打死不认输，所以他在被各个媒体，哇，这些媒体都左派的啦，推特啦、YouTube 啦这些的，脸书啦，他被这些媒体下架之后，你大概知道这故事背景。如果不知道，我也不想补给你听。总之呢，他在被这些媒体下架之后，他就决定老子自己来搞一个。所以他有一个叫新的 social media， 就叫做 truth media。truth 就是他常挂在嘴巴上的词，真相。OK，truth， 蛮酷的哈。All right， 所以可是啊，已经有一些恶作剧的人去搞他的这个新的 social platform、social media platform。所以据我知道，目前是不是他现在处于下架中的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prankster， 这 prank 这个字就是恶搞的人。作弄人的人，所以 prankster， 对不起，那 prank 的话则是他们作用开玩笑，作弄人家的这件事情叫做 prank。所以 you can pull a prank on somebody， OK， pull a prank on somebody， 这样就是对谁恶作剧一下下。所以这个 prankster 已经来 defaced Trump's new social network。这个 deface 里面有脸这个字有没有？所以什么叫 deface 啊？其实就是去给他弄乱，弄到他上面不太好看或之类的，像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个海报啊或什么之类的，被人家涂成一个狗脸或什么的，涂一个希特勒胡子什么的，你就可以说这个海报被人家 deface 了，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中文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去说，但不管，我不教中文。所以他的这个 new social network site 已经被人家 deface 过了。好，我们来往下看哈，看有一些什么词可以说的。我第一个想看的是 agitate， yeah， OK， 所以他已经好几个月，你看。他在这个1月6号开始 banned by all major social networks after the supporters stormed the US Capitol。 所以那个你知道吗？那美国那时候有一段暴动，那他们认为是他去引发的，所以他就被 social media 被 ban 了，这样子，因为他们怕他真的会酿起战争，因为他的追随者会被他的言语是左右去摇摆，会被 sway 这样子。好，所以 the supporters storm 这个字也不错，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因为里面也是暴风雨之类的 storm 这个字，可是啊 storm 这个字也可以是动词，也就是像一阵风席卷的往一个地方冲过去这样子，所以他的 supporter storm the US Capitol 大概就理解了。 OK， storm， 好，所以不要把它只理解为暴风哦。好，那所以他这个已经好几个月， for months he has been agitating， he has agitated to regain the online megaphone。他就很想要，这 agitate 就是很痒的这样子，来想要拿回他的网络上的 megaphone。这个 megaphone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大声公啊，所以他想要拿回网络上的大声公。我们知道他拿的真的是大声公，因为他讲的话就非常有力量嘛，所以跟拿着大声公一样的。所以 that once blasted his voice around the world。好，这里 OK，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大概讲到的是一个有趣的词叫 tentpole。Yes， 在这里。好，所以他就有一个媒体 ，his team hailed the new social network as the first tentpole for a Trump-led media。这个 tent 呢是帐篷 ，pole 就是杆子，所以你仿佛现在他们在架一个帐篷起来，而这是第一根立起来的帐篷的杆子，大概很有画面哦。所以他们把这个 Truth Media 当成是这个川普领导的 media 当中的第一根的这个 tentpole。Cool， all right。那他希望可以有一天 ，hopefully 他可以 one day compete with CNN, Disney and Facebook， 跟这些几个conglomerate 来一起做竞争。我刚讲一个字 conglomerate， 大概是这个字 ，OK conglomerate 就是那种很大集团的那种生意这样子，哦、大集团 conglomerate， 多半就他可能跨足很多不同的产业合在一起，我们才叫他一个 conglomerate。All right， 不过这里没出现这个字，这补给你的，没问题。那我们再看下来，好，所以下一段就说到，但这个 site 它的 early hours revealed lacks security。那这个 lacks 是什么？就是很松散的 ，OK？ 就要有松散的 security， 为什么？因为被大家乱搞了，刚刚说的，对。所以这里说呢，有人就注册，那注册的一个名字叫 Donald J. Trump， 也就是他的名字完整的 Donald J. Trump。所以sparking the creation of Donald J. Trump account。And the pig posting， 然后他们在他的 Donald J. Trump 这个 account 里面 po 了一张照片，是猪在大便。OK， 我猪大便的这些文字我就不给你看了。所以总之这个 pig posting 这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家伙，一个 Washington Post reporter， 所以直接是一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He was able to register and post under the account name Mike Pence without any stops in place. Yeah， 对，那解释一下下，他能够注册，并且能够张贴在一个他注册的 account 叫做 Mike Pence。你知道 Mike Pence 是谁啊？副总统啊，前副总统。所以他能用前副总统的名字去注册，然后还可以。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他的名字，然后还不用核实身份的意思，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上面都有假账号，对，没有在过程中没有遇到遭遇任何的被停住、被拦住，结果后来现在新的 sign up 就现在就被挡住了，那也是合理的，我想 ，OK， 所以这个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啊 ，cool， 他们新创一个公司，川普媒体科技集团之类的 ，All right， 我们再看下去，他这里说这个 site 看起来基本上完全就像一个推特的 clone。Clone 这个字就是复制 ，OK。So the site looks almost entirely like a Twitter clone。所以一个 user 可以 post truth 这一个名词，就像 tweets 一样，只是单位词不一样，大概就这个概念。或者可以，你知道，Twitter 可以转推 retweet， 那它这边就是 retruths， 好没有创意哦 ，OK。所以也有新闻未送，我们知道叫新闻递送、新闻未送 news feed。他就叫它 Truth Feed， 真的很没有任何的这个originality、很缺少这个，多讲一个字，很缺少他的原创性 originality。我其实没有讨厌川普这个人，只是他有一些地方活该被笑，我是觉得啦。All right， 然后还有像另外一些词，我需要讲的就是这yeah， OK， 所以他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的 rollout。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caustic attack-filled attitude that defined Trump's years on social media. Yeah, 所以他的这个新网站的 rollout， 也就是把它推出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something. 所以 bear resemblance to something 是我们要讲的一个片语。OK， 所以这个片语的用法大概就是 X bears resemblance to Y。对 ，X 呢跟 Y 啊有着相似处，就是 bear resemblance to something。要是没有，你就可以这边加一个 nothing 啊 ，little 啦、之类的。不能接 nothing， 因为 nothing 跟 resemblance 都是名词。Bears no resemblance，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之类的。你可以换一些其他各种不同的词在这边。好 ，OK， 所以这里是让你随便替换，像不像，像多少？好，所以他说的是。他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的 rollout bears little resemblance to 后面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不相像。To 什么东西呢 ？Caustic attack field attitude， 这 caustic 就是尖刻的、尖酸刻薄的，或者它另外一个名词用法叫腐蚀剂 caustic， 所以很尖酸的、充满了攻击的这些态度，而这是来这些态度就定义了川普在这几年 social media 上的一种事态。So the attitude that defined Trump's years on social media， 大家听懂哈？所以由他们这个 site 跟以前的川普，我们所熟悉的他把 Twitter 搞成的那个样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说，他们这个 site 呢，就是哦，这是一个给 family 的，这边有讲过。OK， yeah， so it's a place for families with varied opinions， 各种不同意见都欢迎 to come together。To have an amazing time and share their viewpoints of the world， 最好是了。好 ，Anyway， 但是下面又说了，好，hallmark 这个字 ，Yes， 好，所以，但是这个 site 呢，它却也有一些合约条款，它有一些 terms of service， 它列出了一些规则 ，list some rules that would hamstring Trump himself， 这些规则会自己呢。Hamstring Donald Trump， 什么叫 hamstring？ 就理解一下 ，hamstring 就是你的大腿的腿后筋。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个人的那个腿后筋砍断掉了，他就不能走路了耶，对吧？这就跟你把一个人腿的那个，你的那个，脚跟上面的那一块，那个叫什么东西啊？脚跟上的那个，脚踝的那个连接处，就是脚踝吧？哦，后面那一根叫什么？我突然脑袋转不过来，哦，好惨，老成这样。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受伤很难好，对不对？那 hamstring 一样的概念，所以你把那个东西，把那个一个人的那个地方割断了，他就不能走路了。所以这里在说的是这个规则啊，会 hamstring Trump 本人的。什么样的规则呢？这里说的 the site will ban, for instance， 举例来说，它会限制什么 ？Excessive use of capital letters，
所以要是你大写的那个字母用太多，因为 Donald Trump 以前就超爱大写啊，讯息里面他可以整个讯息，因为100好像现在200个字吧，200个字可能全部都是大写字，有没有？就仿佛他在大叫着一样。所以 excessive use of capital letters， 他们会禁这件事，那不就是自己自断川普的手脚了吗？所以这里强调一下，他用一个 hyphen 之后说，这是一个 hallmark of Trump's online screeds， 所以川普在网络上的长篇大论的一个 hallmark 就是一大堆的大写字，所以这个 hallmark 就可以你把它认识为它的商标吧，哦，它的这个它的其实 hallmark 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个卡片公司叫 hallmark， 好，所以你大概我想找一下给你看啊，就大概找一下叫 hallmark， 哦，盒马克，美国百年品牌，酷，不是什么保养的，我记得它就是卖那个啊，就这个 hallmark， OK。你看 Hallmark Cards 好了，卡片，我认为他们卖的最好就是卡片 ，Hallmark Cards， 什么 occasion 都有，你知道吗？什么 occasion 都有，真的，像例如说，你看这边有恭喜啦、Goodbye 啦、Thank you 啦、Friendship 之类的，我相信你爸爸去拔牙，可能都会有一张卡片，就爸爸希望你牙齿的伤口早点好，因为 Hallmark 的卡片就是这么样的，这么多的 specialization。好了，我想到 Hallmark， 直接想到这个词。那这边讲的 Hallmark 大概是川普的这一个好标准的表现，他的一个 the cornerstone of 他的这种 expression， hallmark， 好，越讲越啰嗦了。来 ，anyway， 好，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啊，还有最后一点点，教两个字就好了。所以这边有一个 disparage。OK， 所以他又强调了他的 site 会 ban 任何的内容，这个内容会 disparage、tarnish or otherwise harm in our opinion us and or the site。好，所以他 term 说，被任何内容，那个内容会 disparage， 这边有讲中文给你听，会贬损或者会玷污，所以会 disparage 或者 tarnish， 或者反正就是会损害，损害什么呢？损害我们，或者损害他的这个网站，而且是根据他的定义，不是根据客观的定义。所以啊，他逗点逗点还标了一个 in our opinion， 所以我觉得你有，你就是有，就这样子。那听起来就很恶霸了嘛，哦，阿霸不是恶霸哦，所以再把这一句念给你听。所以他的 site will ban any content that would disparage, tarnish, or otherwise harm, in our opinion, us and or the site， 这样这么说。好，所以其实这个 site 呢，就充满了看出充满了他的个人的一些行事风格，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吧。So everywhere you see 他的 footprint， OK。好，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我们可以复习一下下。所以这边说我们 truth 就是真相，所以它的叫做 truth media、 truth social， 我一直搞不清楚叫什么名字，先算了。prankster， 作弄人的人，那 prank 就是作弄的事情本身，所以 you pull a prank on somebody， 所以整了一个人做了一个什么事，大概是这样。deface 刚刚讲的是就是把一个东西海报啊之类的把它乱搞恶搞，弄到它看起来不像样 deface。 OK， storm 这个字不要只理解为暴风，也可以是冲出去啦，或冲到一个地方去 storm 这样子。像有时候我们讲说，我跟你吵架，然后你就甩门而走，扇门而去，有这样的说法，甩门而走，这样 you storm out of the room， 大概可以这样说 ，storm out of the room。agitate 就是整个就觉得受不了了这样子，很 anxious 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所以他已经很想要拿回他 online 的 megaphone， 还记得刚 megaphone 他的大声功 ，OK。那我们讲说他成立一个他想要跟那个迪士尼或者 Facebook 来做 PD， 那种大企业跨国很多跨足很多不同企业的那种大公司大集团，我们有时候叫他 conglomerate， OK。 那他说这个 media， 这个 social media 是他们撑起来的第一个 tent pole， 还记得这个字哦，就是帐篷的那一根，哦，tent pole， 但是他的安全上却有点 lax， 所以至于你可以创造一个前副总统的账号，还可以乱贴东西啊！创了一个 Donald J. Trump， 然后贴了一张猪在大便的照片，身为他的帖子，那不行嘛 ？Right？ 那这里也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抄袭，他是一个 clone， 他缺少了 originality， 缺少了原创性。那然后呢？可是他又说他这个网站跟他以前的行事风格会不一样，他就说现在我们要走家庭路线之类的，所以这边才说这个 site 呢bears no resemblance or little resemblance to 他之前的尖酸刻薄的言论，他的 caustic， 他
它的caustic 以及是hatred filled、或者是 attack filled， 我记得刚讲的那个词是这样，充满了攻击性的，那这些东西都 define 了他以前的作为，他的 hallmark 这样子 ，OK。然后 hamstring 刚说的是，我们讲讲腿后筋，你 hamstring 了谁，就是让他几乎真的就不能走路，好、哦，让他掰卡了这样子 ，OK。disparage 跟 tarnish 是要讲到任何内容会 disparage 或者 tarnish 这个网站或者他们的时候，而且是 in their opinion 的时候，那你就会被 ban。所以总之，游戏规则你来定啦、啊。要不要跟你下棋，让你举马炮好了，这就是 Donald Trump 的做法。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